开始拉这个渔网啊、这款不锈钢的话，静音拉网啊，拉1到6米高的渔网，普通成网的话都没问题。看这个下网速度，很快。好，看一下这个拉的啊，你看这个力度，哇，有点劲了哎。好，拉完之后我们按一键脱钩，然后脱完钩之后把这个遥控船开回来就行了。